陛下，十二封密函已全部完成。送。 东宫有急信，要面呈指挥使大人。陛下，臣派出的24名信使，一半无功而返，另一半或被送去刑部，或被私押看守。12名指挥使。 无一人前往军营，其中7名指挥使营业集结于丹凤门外，要求彻查此案；还有3位于正五位指挥使府中集结，欲上书弹劾东宫谋反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